为了让安庆国小的学生有较先进的体能教育资源，这届运动器材公司上班的校友借着智能运动地垫一礼拜时间，和校内囡仔做体验，和因针对脚步欢迎能力一队团队的合作来进行训练。小朋友是非常专注的，踏着脚步将涂骹的受力衣打好。这回安庆国小就校友出借智能运动地垫一礼拜时间，要来让学生啊体验即马上时行的运动器材。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安庆国小的校友，我也是从安庆毕业的，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非常开心有机会能够把这样台北北部的一个特殊新型的运动方式带回来我们云林这边在地。然后这组智能运动地垫呢，我们主要是要训练小孩的心肺啊、肌力以及他们的协调性，然后透过他们在一些合作的竞赛的方式去客制化，让他们在团体合作上面也能够有更大的向心力。有这套运动器材会当来体验以及训练，除了让这些小朋友是生了非常欢喜，也是让他们在佚佗的时候增加和同学感情的交流，非常的开心，因为可以跟同学增进彼此的友谊，也可以训练脚力，那我十分印象深刻。我觉得可以训练耐力，然后再增加朋友的感情。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很有趣，然后同时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腿力。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而且还可以训练腿力，还可以跟朋友增进彼此的感情。因为这个地垫所包含的游戏是800款，所以在体能教育方面是相当的有帮助。校方也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知道小朋友现在最欠缺的运动重点。可以从过程中发现小朋友他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因为有竞赛的关系，所以小朋友会更积极的去参与这些活动的项目。然后我发现这个运动地垫，因为它内建的项目非常的多种类，其实如果可以配合在体育课教学的话，其实很好的辅助工具。然后我发现就是只要加快速度项目，其实小朋友是有一点到最后30秒后就力不从心了，所以可见我们的肌耐力都还要再训练。相信有这段时间的运用，会当让学生囡仔留下难忘的印象，并且让因爱上运动，让小朋友的身体是愈来愈勇敢。记者李布里昌报道。